我是蓝莓班。我是蓝莓班的蓝莓耶。我今天要讲的是老鼠姐姐。有一个老鼠，他的名字叫假装他爸爸，他在吃早餐呀。然后他问大羊，这厉害。然后他说你比我厉害，所以他们问你说你是最厉害的。然后他说也不是，风比我厉害，所以他们吃少风。然后他爸爸问说你是最厉害的，所以我要把脚上嫁给你。然后他说也不是，小弟比我厉害，所以他们是奖品，拿出的也不吃。老鼠不叫厉害，但是猫咪更加，因为它会把老鼠吃掉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